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号温静 Jin。我的专业是数学和统计，那这个专业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挑战性的，所以大学四年，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坚持、努力、挑战自己，不忘初心。因为我有数据分析的专业知识，所以 COVID-19 的时候呢，我创造了自己的 coronavirus 的网站，我会每天上去更新数据，还有一些的 breaking news， 然后呢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和透明信息。虽然现在是疫情期间，但是生活和梦想不能停息，疫情不会成为阻止我实现目标的原因。其实在2017年，我就期盼着能参加多伦多华裔小姐，所以这三年来我不断地在提升自己，开阔眼界。那在2020年，我觉得我遇到了最好的自己，所以疫情当下，我鼓起勇气迈出了第一步，来参加2020年的多伦多华裔小姐。通过这次比赛，我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，我也希望能够获得一种不悔青春的经验。因为从小我就学 Latin、 Jazz、 Hip Hop 和 Ballet， 所以希望在舞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舞蹈去 display my personality， 还有让大家看到我的自信，还有希望我能展现自己。我最期待的环节就是 talent 部分，因为我希望通过我的 performance 可以展现出新时代的女性活力。不管是 catwalk 也好，还是 dance， 还是 talent， 我更是一种兴奋和期待，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，它会给我自信，会给我力量，也会给我很多的 happiness。